去哪儿了呀你？捡废品了，跟一个上年纪的老大爷他拾废品，我也跟着拾垃圾瓶子。干嘛打电话不接啊？不知道家里担心吗？不愿意回家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我感到我就是一个废人，在家庭就是一个累赘，作为一个男人，给家庭带不来生活的快乐，减轻不了他们的负担，他反而都加重了他们的负担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成累赘了？因为你像我这个体格承担不起这个家里的这个重担，就是挣钱啊之类的，我干不了，因为身体不好嘛，又冠心病，这个腿有关节炎，然后一干活就是心脏承受不住，腿也承受不住，只能用药来维持着。所有的这个家庭重担，就都落在了他的身上。他就是做零工的，就是在小在工地上，都给人家搬砖、盖房之类的。但是就在有一天，他正常出去打工，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。当我们就是走到那个他发生车祸的地点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昏迷了，打了110、120了，就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。当医生检查完了告诉我结果的时候，我就感觉都像天都塌下来了一样，他全身多处骨折，颈椎还有这个胸椎肋条啊，还有前胸骨双肩胛骨都骨折了。那就是很多重要的地方都骨折了。对，还有左腿的韧带就是这一段断了，已经全。所以现在干不了重活了。对，医生就说了，说你永远也干不了体力活了。他就是叫着我作为一个男人就是撑不起这个家来了，天天跟我闹离婚，是以前就是那种脸上的笑容啊都没有了，平常关心大人孩子的话都也没有了。那就说他现在还没完全康复了。对，还要做手术吗？他还有二次手术。明年还要进行二次手术。手术要花多少钱？第二次还要有20000元吧。那现在家里谁挣钱呢？除了他说他出去收废品，你干活吗？就是我挣钱，然后就是他因为就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不能动啊，只能平躺着。这颈椎受伤了，我就每天就得照顾他，就是给他按摩3个小时最少，上午、下午、中午、晚上的。完了之后，就是孩子看到这种情况，孩子就说：“妈妈，咱们不上学了，咱们跟你一块儿伺候我爸爸。”不管怎么样，我也得。哎，先别哭了，你不是还有孩子吗？你有3个孩子呀？3个儿子还是女儿啊？2个女儿，1个儿子。你这种情况生3个孩子挺困难的呀。确实是困难。我怀奶老大的时候吧，有一次高烧到41度，他就去打工去，回来一看我在炕上躺着，说：“哎呦，我说你怎么着了？”我说：“我烧已经是迷糊了。”然后他也不得哪来的劲儿，就背起我来就走，就别生所跑。可他跑了那以后啊，直接躺酒店，累的躺酒店了。他一边老说你坚持着，还老让我坚持着，我就觉着挺感动的。再一个，我就是剖腹产都不怎么过麻，对麻药是不敏感。剖腹产的时候把我都给捆起来，然后挺痛苦的。然后生了儿子就顺产，但是因为第一次剖腹产，就子宫有伤口，就大出血了。正常人都用1指止血的，然后我得需要2指。那老三呢？老三还是剖腹产。你是拿命在生吗？对，就是生一个孩子，进了一次闺蜜馆。你是不是因为自己胖，再加上？婆婆本来也不待见自己，觉得另外2个儿媳妇儿比你强，所以你更要生个儿子来证明自己。对，都不要命了，是吧？对。今天孩子来了没有？来了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孩子。来，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心如，今年14岁，体重140斤。
哦，有多高啊？1.65米左右吧。还挺高的。大家好，我。